好，十月份呢，百货公司的这个周年庆车轮大战开打了。那么现在很多的女性朋友都会拿着百货公司的 DM 啊，上面看一看哦，什么牌子、什么样的这个组合啊。那么最吸引人的就是独家，我们给你这样的一个 deal， 最便宜、最怎么样、最超值、最怎么样的。我们的记者眼睛尖，独家发现很多的独家商品一点都不独家。翻开大碟，不同百货公司 DM， 仔细看，大大红字上写着独家商品。翻了几页，除了独家还是独家，不少民众就是冲着独家两个字而来。不过却被民众揪出，同样组合、同样价格，有百货业者依然打出独家商品，内容却差很大。这边这个有面膜啊，这个没有。实际走一趟百货公司，就发现独家商品其实不一样。仔细看这两家百货公司 DM， 同样推出特惠组，右边打出独家商品，看仔细一点，价格和左边业者相同，不过美容液产品容量比较少，还没有敷面膜，看起来没有打独家的反而比较划算呢。还有这个从面膜到美容液一共七样产品，价格都是3150元，只是多了个化妆包也打上独家，甚至还有这个组合，从乳液到洁颜油都是不到3000元。两家业者 DM 上不仅排列组合都一模一样，民众说这样竟然也打出独家商品，是因为它独家所以特地上来的。独家吧，主要是独家，因为很多地方都有在折扣嘛，独家这件事情我想大家都很吸引。可是如果商品内容价格都一样呢？那就要看哪里的服务比较好哦。同样价格，百货拼独家，民众看服务，果然打出独家不见得是最好商品，不过还是货比三家不吃亏。中天新闻杨晨忠、黄淑仁台北采访报道。